做长空生灭变异，那这些地方以做长空生灭变异，那在这个地方以做我们只是打一个天跟地，那在这个地方我们是分开来打，一手打天一手打地的手势来呈现。长空呢，我们打一个很辽阔很宽阔的一个手势，从你的心的位置往前推出去，感觉好。伸直接往下，这个代表是伸的字。灭在你的手心，变呢直接变异，异是一个不同、不一样、不同、不一样都可以打的。我们再一次，宇宙长空伸灭变异。好，接下来是六道轮回，不由自己。那在这地方，六道我们直接用六来呈现。六道轮回两个字，我们打转身，不由自己。我们先打自己，你要去控制它是难的，所以这个地方是不由自己。我们再来一次，六道轮回，不由自己。